阿布多拉太年轻，曹方拿到三次的罚球，利用节奏和观察的变化，给阿布多拉上了一个。阿布多拉连续变向过掉两人，再给又是失误。曹方气势极好，往前，这次再中两分。 咬住，但是他们的运动战的得分还是没有来，这下又是差点失误，但是没有问题，直接传到内线，望向隔空。哇，好一个接缝插针，直插拦下了传球，李耀强直接隔空命中，不是隔篮防守，这也是野兽部队上半场第一个运动得分。洲际队现在需要稳定住节奏来打，曹方。 中距离，往后输出。快乐，快乐，快乐，再跳传，再给低位。快乐，这下的一对一机会，对方协防上来。阿布多拉底角三分命中。野兽护卫队，野兽之星觉醒了。阿布多拉这一个三分，把比分拉开，拉开至十分了。阿布今天打得不错。阿布多拉三分拿下，咱们还能掀起像。 第一节一样的进攻高潮嘛，曹方横侧的收球，这下造成三分犯规，他也不传球，也不那么大干嘛呀？我没碰到他，阿布太年轻。曹方拿到三次的罚球，利用节奏和观察的变化，给阿布多拉上了一个。三罚，曹方变向走右侧，再给格莱，这一下刚刚防守位置站得不错，曹方自己再来出手漂亮，In your face， 迎着丁超一记迎头三分，为一中队担任起得分手的重任。这边给到李耀强，看看孙亚青在内线，要球，这下要的很深，再给到切进来的阿布多拉，漂亮。 非常有意思，阿布多拉在曹方面前不停说球要给内线，球要给内线，其实是自己绕了一个。阿布多拉个人拿到九分的个人得分，这场比赛表现抢眼。看看寻找队友，阿布多拉对上 CJ 突进来，左侧强击阿布多拉，哇，再中！这次空中对抗，彰显自己强大的自信心。 裁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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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裁
曹鹏点开，没有中距离命中，这是曹鹏的位置，这两分该收下，关键时刻彰显英雄本色，关键因素曹鹏点开防守命中得分，继续为英雄队缩小比分。